Besides, this wish is behind my life design.电视剧《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》正在热播中，王希逸无意来到一个画廊，一眼看到嘉欣的作品纪念品，看到一只小马背着一个蜗牛，王希逸想起来小西米和嘉欣，立刻买下了它，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意外得知嘉欣在匈牙利的下落，王希逸看到迪伦向嘉欣表白，恨得牙痒痒，自己还不能以真面目出现在嘉欣的面前，真气的王希逸好卑微呀。嘉欣看到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王希逸，也是一脸震惊，结果受伤住院也是惨。王希逸想跟嘉欣重新开始，可嘉欣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不想跟王希逸破镜重圆。王希逸为了追回嘉欣，也是各种套路，又是借公事让嘉欣给自己当导游，各种花言巧语参差不齐，拉拉链系领带，仿佛回到从前。嘉欣也陷入曾经的回忆，最后还有奶奶跟师傅的助攻，王希逸终于成功再次追到嘉欣，二人解除所有的误会，重归于好。嘉欣怀龙凤胎，王希逸高兴坏了，抱着媳妇儿不撒手，你是我的命中注定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完美。